在国共两党隔空交火的823炮战中，厦门的大邓岛是战争中的第一线，炮火的无情虽曾为此带来无法估计的创伤，但走过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后，过往的辉煌苦痛都化为历史遗产，成为现在的战地观光园。该园内设有军民史迹馆、武器陈列馆、英雄雕塑广场、战地设施遗址等主要展示中心，包括飞机、坦克、巡逻艇等重兵机械，以及用广播洗脑的直径近3公尺的大喇叭等设施，都能在此亲眼目睹。最刺激的无非是模拟枪林弹雨的战地坑道，那是一段足以撼动人心的亲身体验。